不是啊，怎么这次这么痛啊？之前都没事啊。我不知道装备的关系吧，可能你那个防御不够高。而且我刚发动的布区呢？是有两次不屈了，稳没有，的。我现在已经拿掉了，啊？换超重棍了，我不再相信我自己了。干干干干干，会死会死，回家回家。我也没带截图的啦。上历史想睡觉，对啊，我准许啊。老师说为什么你在睡觉的时候教主说我可以睡？他就说你信教吗？就你信教？还是体头呢？超硬哦，他超铁哦。困嘞，困嘞，我来，那个你留着。地上还有石头啊？好，我再捡。骨头。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兄弟！哇，我刚看他们雕不见了，那就去射呀，就去射呀。你不睡的话，你会被班上排挤，就会人家说你是不是打小报告说全班都睡着了？拜托你什么都蛮帅，我玩太到你说很帅。
玩锤子捏说很帅。你可以这样子玩啊。我操！我刚刚是要换那个属性，忘记换。不嘛，你拿什么打他？萤火怕水，我拿雷。我们还没打萤火啊，没差。萤火来啦！哦。我们刚刚在打金火的时候就拿水哦，没有，没差啦，叫送阿妹，你玩起来像三岁小孩在乱挥，你棒尊重哦，你拿你自己跟三岁小孩比，可不可耻阿姨？阿姨，你这样说谎是不好的哦，把自己说年轻。是个铁头宝宝哎，这两只都超铁的、啊，铁头兄弟。就帮你软化头了。
哦，好爽！可以软龙的部位吗？可以啊，两次啊，跟你之前玩双刀一样啊。它是轻武器啊。哎、欸，头爆了，哎、欸、还没。啊！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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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硬哦。 哎，云月 ，Hello， 嗯，你们家那边在钻，辛苦你了。<笑>他们上礼拜在钻地板，哎、欸欸，上礼拜打墙壁，这礼拜钻地板，<笑>好痛苦。 感觉很常在死，好，不是很常是，有哇，十双没，十双没，好啦，节操进来，节操进来，我来补，我来补，我来补，妈，毒这是有个，哎，干我掉下来，我被他甩下来 combo 啊，我没有吧？哇，天灵啊，想要这一看就知道想扛这毒了，是啊，我扛毒没差啊，我只是被 combo 啊。 啊，前面两次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只能死一次啊！我画面卡住，所以看不到。不能怪我啊！我今天又，搬到哪边施工到哪边。也可还好啦，毕竟你看搬过来。 半年施工一次这样，表示你附近有又有新邻居了啊！啊？感觉就是有邻居过来开始施工装潢啊。哎、欸，你飞钢龙。 你飞钢龙的那个营地拿完那个水球果，再飞奇面族那边很快、欸，不用绕一圈出来。哦，飞钢龙营地拿水球果啊？哦，对啊。那钢龙营地里面就有一个水球果，还是光开吧？然后你再飞那个奇面族那边就好了。就一物一物啊，我本来之前这样子，就之后忘记了，完全忘记。你们是打票局吗？局啊，我在打团票局。 我也是看那个日本人神人在刷哦，他两一分40秒一支哎，很快。用什么、啊？他是拿那个啦，名次的散弹弩。哦，那其中名次散弹好像比这两个更强，更强啊，更痛，而且他有怨念那个技能，还有他是配5套名次，看起来就很痛，很痛，超痛，对，怕爆，不然就被检举了。 可以别开水仙啦，要节制的主要是哈基跟团团吧。你爆麦的成分好少，哪像我如果万一搬家的话，真的要找一个隔音超好的、欸。尖叫声吓死人！对吼，什么？你要搬家？啊？ 不是，对吼，我想说，如果我第一次参加任务的话，会卡的要死。虽然说仅限于第一次任务而已。
费。吸棉有用啊？你说吸吃吸阴棉吗？他秀秀说的，从此就是静音了哎、欸。把吸棉吃下去，从此就静音了。他说贴吸棉的、啊，不可能整个房间都贴吧？你要看隔音，还是要看隔音呢、啊？隔音太差的话，你贴了也没用。今天也没日常。哦，那个瘴气的石头，大家可以去打、啊，顺便刷珠子。嗯，还有两头兽龙种，那个简单，一头兽龙就好了啦，两个活动。好像、啊、昨天的 ，sorry。哦，那我再看瞄一下。兽龙我也还没打，可是我想说那个到时候自己打就好了，那个很快。活动两次，瘴气两次，兽龙种。可以打那个流斩龙吧。嗯，啊，不用啊，你就直接刷两次瘴气的石头龙就好了啦。那个兽龙随便啦、啊。哦，也是啊。打一只蒙牛龙就够了，很快。你们接了吗？我接啦、啊，在等你。好。应该不会很痛吧？很痛哦！还是你是说送邻居吸音棉塞耳朵？要么是我吃吸音棉，要么是邻居耳朵塞吸音棉这样子。你不会给他买个耳塞给他就好了？买吸音棉给他也太贵了。他说吸音棉、啊、太刺激，太刺激了吧？买吸音棉到底是什么概念？塞耳朵？不然我画一张图好了，就说，另一半躺在床上打呼，然后买耳塞，对不对？然后晚上服用，总蛮有效。请服用，太服用了吧？团团除了贴息里面，可能还要跺脚问题。哦，是楼下吗？那最后在他的脚底脚跟那个贴息一年，那个有效、啊。你声音怎么突然爆那么大声、啊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我跳。好了。学生我卖都是十大十小，我说好，我说烂，他就会放在脖子上啊，他说的啊，没有，我是说那个我的麦会，没有啊，你不是放挂脖子上，然后就是吃苹果芭乐那些特别大声，没有挂在头上，挂头上，啊、就放在头上啊，耳麦啊，你是说你的耳麦是翘起来，然后用在你的人中不太阳穴旁边那样子？我不懂那个画面，他就是我的，就有些麦克风它可以调那个、啊，在你嘴边，或是往上翻到你的那个额头那边去，不是额头、啊，人中旁边去，没有人中啦，反在你嘴巴旁边，你可以往上翻到你的太阳穴旁边。嗯，我这是经常放在我脸颊那边。你干嘛放脸颊？听不到你讲话哈。啊啊啊！他习惯了，太远了。然后吃东西又很麻烦，然后你要顾虑你队友啊，阿干忘记吹笛子啊，哦对，我忘记要跳那个地方，然后什么他吼了，他觉得那是噪音，你吵到他了，快给他吃隔音棉。干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这边就没有 buff 了、欸。你看，这边就吃不到你们 buff 了、欸。你看、喔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你好，啊、吃不到。哎、欸，然后吃到，就这样子，哎、好这么近而已、欸那個。天啊！哎、欸，他到了，他看到了。他那个刚好是卡那个地图缝，临界线。对啊，我先过去。哎、欸，他看到谁啊？去吧，我啦。你可以，你要中吗？我在中，快救我！我要重吹了。
没办法，来不及。我恨你们啊！因为他上去了、啊。我恨你们。哇哇哇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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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可以再撞一次哦。不知道，我尽量。我没有在头上，你们可以撞。有了。我一巴掌，交给你。哦，我就拿笛子会开那个赛尔的，因为要看那个 buff 持续多久，那个看得到，所以我比较好帮忙你起亚力。哇哇哇哇哇！你攻击起亚速度来，是下面我的拢唔知、欸。啊！我快躲下来。可能要靠你补了，我在做东西了。哪一次我没有在补？我说很紧急的时候。哦，你说 HDD 补、嗯？比如说我已经没有密钥了。用吸就吸回来了，不用补。好，可以。自己吸。你可能要换边了。啊！我被甩下来。啊！金头不止铁头哎、欸，连尾巴都铁，他尾巴超硬。是啊。很难断。哎、欸。你只要一次吹完呐、啊，但一次吹比较快啊。他可以一次吹三个啦，然后吹完之后可以再把他等级提升。哎、欸，该死那个针！哦，出来出来出来，不要在那边打，拜托。好，我这边要用掉两次转身了。我的转身也是这样哎、欸。短化哦，是我，哭啊！啊哈哈！我现在觉得不想用他的头了，翅膀好了，只要他不冲刺都没事。睡了，啊！我下来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我下来。哦，又停了，我停了，我停了。可是我没有石头了，我也没有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在砍啊！你没有耐痛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没有。刚才不是，我是刚才怎么没有抓上去的？哦，我想你是被我砍到。没有啊，刚才你离我还蛮远的，有一点距离啊。所以那时候你一提到笛子要不要玩，说不适合你，不要玩。不起，我累死。锤子难玩太多了、哦，没错。你会记那个谱记到嘻笑？不用记啊，看就好了。我觉得他会设计那种难玩的程度是真的比锤子多很多。锤子比较记打几弹吧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
嗯，我怎么又下来了？我不知道。我以为你还靠底这个判，我没有看判符合线，奇怪判定。可是你如果真的要耍废当个捕士的话，你还是拿锤子比较好，不，拿笛子比较好。你会看到，你看我的队友左边那个血量，那边有个 WiFi 的图案。哎，我看到石头了，那个就是代表说你可以捕到你的队友。你看、哦、我随便吃个 buff， 他们身上会亮一下哦。